我去载他过来，然后就说大家一起吃饭，假装就是就大家很正常在吃饭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是去换衣服。说户内的话，因为我户内啊，还有包厢。户内啊，户内还是室内？室内。好，不要紧张。我没有紧张，你觉得我很紧张？请问现在你在做什么，这位先生？求婚。求婚哦？跟谁求婚？叫什么名字？跟雅雅求婚。祝你顺利。五经理的加持，相信一定那个没问题。赞。其实小姐最紧张，她现在里面不知所措。哎，出来了，走这里，走这里，接花。史上最大牺牲，我跟你讲，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，真的。嫁给我可以吗？可以嫁给我吗？不要，要嫁给他吗？嫁给我啊！要嫁给他。跪下。雅雅，我不太会讲话，也不太会表达感情世界上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要的，希望你可以嫁给我。嫁给他。如果拒绝黄博言，我就笑他到60岁。仔细洗，我要看他下水。你如果今天掉下水，我结婚的时候你就难受了。大家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需要这样子，不需要这样，我求婚一下，我何时了？我喜欢。我觉得摄影师很辛苦，我觉得摄影师应该下水一下，摄影师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摄影师，因为他像他说他不会表达，可是我觉得我有感受到。我没有想到他会就是精心策划的一些，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。对，还有李奇，我刚刚真的以为走出来的是他。真的，刚刚吃饭都不紧张，现在开始紧张起来。真的，你要不要再来喝一杯？有没有很需要？海林应该帮我拿5手来。